三十，点一下啊。两个皮克两箱还小的。莫西沙，没表现呢？没有表现就是最好的表现。没有表现就是最好的表现，大多数都是骗人的。但是按照我的理解啊，没有表现就是。还有啊，好东西这个是。东西还行，皮克还行。按照我的理解来说的话，就是像这种还不错，就是说皮壳它比较扎实，然后呢沙粒也细，主要是产口也正，这种就是说行家比较喜欢切，有几率能切出好东西。你看嘛，很压手的，重量还行。多少钱？有没有什么表现，滴滴摸摸的，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表现，但是荧光感还不错。这种皮壳下面基本上都会预化，但是能化到哪一步还是得切了才知道。2000块钱吧。欧玛丽，怎么可能2000块钱呢、啊？10000多肯定是看不到。那加点嘛，2000块钱是真低了。这东西就是小千说的东西，2500。2500也还不行，好东西嘛，你也知道墨西沙的生鲜窗口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你们把墨西沙的价格都炒高了。墨西沙本来是好货嘛，高货的。东西小了一点，还得堵裂。虽然打针这个地方有点感觉能化开，但是整个石头它有可能变种的呀。不管大小石头，它都会变种。不切开谁都不知道吧？这样嘛，一口价3000块钱，不能加了吗？那肯定不能加了。你这么问，我肯定不能加了。成交是3000块钱。3000，点一下啊。老规矩，这小石头先干一刀，这边是有牌子位的，直接把这一面皮给它切掉，看它里边究竟画的如何。OK 是吧？切石头，现在开干，机器还没修好，开关坏了，但是我们有人工控制。谢谢。不会是油精吧？打灯看一下，没切干净，现在还在皮上，这种脏就是皮，还没到肉，肉还是蛮好的，切深一点。我就不信了。哦，看吧，可以啊。哦，这条是刀痕，然后这边有点裂，但是中间能取件，中水画的好哦。这个组长了，长了，洗干净了。这种肉质，哇，肉超细的，这个地方画的好哦。而且厚度来说的话，还能切两刀，差不多能取2个小排。下面如果裂少一点，能取个大排。今天运气好，把这个也切掉。